上，小伙伴们在这个公园发现大量的卡包，估计小怪就袭击村庄，然后跑的时候丢在这里的。哇，这太帅了吧！哇，还有形状呀！哇，三角形 ，nice！ 哇，这也是三角形，还有长方形。哇，小伙伴捡到手软了！哇，真不错。新的风暴已经出现，怎么能够停止不前 ？Hello， 小伙伴，大家好，听说这里怪兽来了，小怪兽来了，怎么办？小伙伴，咱们赶紧去支援吧！迪迦。哇，小伙伴，你们看到什么？这是什么情况？哇，这边有个爷爷在锻炼身体，然后这边，哇，嘿嘿，小伙伴，这什么情况？哇，这什么情况？小伙伴，这里怎么有很荣耀卡包呀？哇，小伙伴太 nice 了！小伙伴们，小怪兽袭击村庄了，咱们赶紧变身吧！我想变赛罗，还有戴拿，还有银河。你们德凯，哇，是我最喜欢最喜欢的奥特曼，你们喜欢什么奥特曼呢？哇，小伙伴，你们看到没有？这背后竟然有一盒荣耀卡包，哇，太 nice 了！这是朋友新下的手啊，赶紧捡回家吧，太开心了！小，哎呦哎呦，哎，啊，爷爷的本事可真大，你们小伙伴看到没有？我去，哇，这边有一包哇荣耀的卡包，咱们把它捡回家吧。哇，这是什么？我去，这里怎么会有一包荣耀的卡包呢？评论区谁能打出这个字是天才？哎呀，我去。估计哪个小伙伴们放在下面的吧？哇，真好！咱们看一下这里面是什么东西，感觉，哇哇，这里面怎么空的呀？哎，一包三周年的卡包，哇，一包三周年，哇，太，哎呀，怎么是空的呀？我的天哪！哎呀，算了吧，把这个带回家吧啊，咱们不能乱丢垃圾啊！哎呀，今天欧气不行呀，捡了个空猴子，估计哪个小伙伴们肯定搞的恶作剧啊，他知道我会捡，然后挂在这个上面，这也太坏了吧！哎，哎，这什么情况？哎，这什么情况，小伙伴们？哇，这难道哇小怪兽袭击村庄，然后这些卡包都没有带走，估计放在这里了。哇，没被估计小怪兽袭击村庄，然后啊很多奥特曼来打小怪兽，然后怪兽没来得及跑，就把这些卡包给丢到这里了，是不是？哇哇，这些卡包就有形状呀，小伙伴看到没有？这是三角形，这是长方形，这也是三角形。哇，这真的假的呀？哇，这太 nice 了吧！我去，哇，这太帅了吧！咱们现在把这些卡包捡回家了。哇塞，小伙伴，今天咱们欧气还不错呀，看看今天的欧气怎么样？哇，捡了这么多的宝贝。哇塞，小伙伴，这一个长方形，两个三角形，这个真帅呀！哇，这里面是三周年，这三周年咱们今天就不拆了，留给我邻居家的小孩。我邻居家的小孩非常喜欢三周年，他一直说，让我有三周年给他的游戏包拆一拆，好吧，我们就满足一下啊，满足一下我邻居家的小孩，给他吧，留给他。然后咱们今天拆，这炫彩的卡包，小伙伴炫彩的啊，先把它全都打开，然后一起拆。这样的话更加过瘾。哇，盖亚，哇，盖亚奥特曼，哇，小伙伴们，你们是盖亚的粉丝吗？哇塞，杰德，再看看有什么好宝贝。哇，一张 L 加卡，哇，真不错呀。哇塞，一张 UR 白金卡，可以可以 ，nice。咱们再拆几包豪华，看看能不能出什么宝贝。不错，哇，又是一张满星卡，妈妈的味道。哇，这欧气没谁了，又是满星卡，咱们再来。哇，又是满星卡，哇，真不错呀。好了，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又拆出了这么多的满星卡，小伙伴们真不错呀。